教育委员会今天上午邀请了教育部宣布长、台湾省教育厅参厅长和台北市教育局高级长落实报告六十年度高中高职入学考试改进办法。会议由教育委员李耀林主持。参厅长跟高级长首先报告了这个改进办法原理的经过。然后宣布长指出，关于这个办法里面，所有体型翻译成绩合计占20%的以上已经决定暂缓实施。同时，关于艺能方面，包括音乐、美术、公益、童军训练等等的学科考试，教育部也正在审慎的研究之中。然后，中部长并且答复了委员们的质询。今天提出质询的委员有张继春、张光朝跟梁栋等等。张继春委员强烈的反对这个办法，并且要求教育部再加以审慎的研究。